被人拄拐摔倒了，缅甸人就敢扶，很不错，在国内现在就没人敢扶了，人家吓我一跳，突然间摔倒了，这种还出来干嘛来呀？哎呀，妈嘞！看他那个脚，脚都颤抖了，你折腾干啥呀？过来，给他点小费。不，过不来了，拿下来。No， 给他，你去吧，你跳过去，你跳过去给他，都给了他吧。出去。这儿还有人要给呢。看我家主播都给了钱。